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唱一首来自他九四年的。阿姐姐，电话来。Thank you.
这你说的是不是这种啊？Thank you.
Yeah.
怎么给凯瑞办钱？8000多万台币是吧？然后他报母亲。他这个东西，他就知道。Thank you.